没有话说，是的。不过大家看这个节奏啊，好像很断定。这一局绝对的是机场圈。哦，而且这局 FTY 是有布局的。对，龙斯哥把宁家给打倒了，这个位置不一样。你打太久的话，可能周边会有其他队伍来。现在 FTY 位置卡得很死。猫刺、哎，想压吗？看一下其他队员的跑位。龙斯哥已经开车在我前面走了。今天 FTY 70DT、宁家和天地里的一个位置。 是的，不太好动。我又打一个，手爷拉枪线的两个人被打了。诶，17 K 这个头，那这个信息一旦跳出来以后，其实 DT 的位置就特别危险了，这个就很难了。大概率没了，因为17在南面的断崖上刚好能。话我还能给你操作一下。对，被限制死了。哦呦，这一枪头，就是个头皮呀。那有队友架着直接近点就道具就行了，每一个倒的人17就可以 K。 但老局侧面的一枪还是把人头收下了。是，旺仔来近点。哎，哦，有天地的先扔了，克雷出来，被补一个就太伤了吧？要被补了，我感觉旺仔。远点，远点再补。哇，完了！他这个刚才好像被哪儿打中了一枪之后，被这个雷炸了。是的，17跟一直被修。 他真的好烦啊！CDG 也没选择这个时间过，其实他要过的话是可以过的。CDG 因为他是在对面那个防区里，对，嗯，在防区里面怎么？嗯，马上就给你切的特别，就对面切的特别狠，是的，让你没有转移空间啊！这波是完全没有观察吗？博亮一辆车，这个有点想当然，说实在的啊，哦，这是悟空的无敌战术，四人撞防，他又出现了，昨天效果不是很好，今天先打了一波二换一。 17这边都能救。Flame直接一颗火烧了枪位，再拿出来换一个角度继续丢道具。李哥他卡在二楼。哦，没问题，好险！这一波只有7滴血，李哥哥压的有点大，要打血。对他需要换一个位置打血。是，要队友来呀，要支援呀。Flame 直接上来了，他没有时间打药。Flame现在很慌，四面八方的人很多，旁边的队友正在扶五弟弟。Flame 封了一颗楼梯烟。 在拖时间，好嘞！只能说这波李GOAT藏得真好，点位支援不到还。哎，一辆车直接开在 Monster 脸上，两个全身位，打一个，兽爷，聂雷，不急，没血要顶，啊，直接野，没有撞倒，后面还有一个啊，队友也完全架不住，应该是。 彻底了，很彻底了，是的，直接被切的呀，没有意外了。啊，这样的呀，在找，龙哥在打药，直接倒了，在修头，没修到，这个位置要被 monster 打了，需要跑位。前面这个石头是个很好的位置，对的，两个人要打近点的扣的幺九。对，那旁边的六幺也很难架到枪，这里面有一颗雷，扣的又打了一个。哎呀，真猛啊，小伙，一打一近点。 扣子在常规赛事所有选手里面淘汰数据排在第二位，是。队友在路上，六幺干拉过来帮忙。哎呦，被起头了，架不住啊！这个点，一打一，哇，六幺平地干拉，被抓timing了，直接平地干对，没什么机会，是。 这种平地干拉确实是在这种级别的舞台上几乎顺爆，走，独狼清掉，这个独狼还被排出来了。哎呀，TMA这边什么情况？露露怎么自己在这里？KRG来到近点，但是炮楼有人的呀。知道炮塔的位置吗？完了，这个雷拉环了。 没有信息吗？炮楼不知道炮楼有人，没有留意到，可能爆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在听，应该是听到了一点点。对，木子里其实挺近的这个位置，啊，已经出枪了。包括 4M 夺妖进圈，没什么好的进圈角度。是的，TFY 这四个人一线天站满。LTY 真的好难啊。 TMA 被夹的是一动不能动，哪儿都出不去。远点还有 K 电塔，没有 K R E 扎了，4M 的机会就来了。对他要撞房子。哎，这 K R E 扎在了对方包围圈里。
4M 直接贴了近点，龙宗权把波塞收下，萨米尔知道脸上来了一顿满鞭，来三个人没举到，没进，现在反坡待一下，但是反坡会被远点修啊。是，萨米尔一颗雷炸到了永远。这 GFY 第一波结实的被白了，哎呦，还好，还好没往前走。对，但是侧面已经拉过来人了，只剩龙队了。啊 ，TMA 两兄弟听到这个信息，摸到了这个雷达房。那九幺幺可以一个人先盯一下正面的 Summer， 暴露闪再往前顶。好 ，Summer 也倒了，秒一个。龙 C 这边没办法了呀，对方人太多，但是还是倒了两个线位。五圈还往南边走了一点，马路中心点，走马路了。海三能在这个啊，能在中心点附近拦截？怎么回事啊？哥们二过了，哥们一过了，还是。XCG 要进圈啊！正面 Pero 在防守 ，New Happy 在侧面抽。往是等 XCG 去打 Pero 的时候，他在动呢，还是要在其他方向想办法？他其实可以放 XCG 攻一波。对。哦，洗头了。哎呦。九幺幺正面埋了很久，第一波没打成，被跳喷补了，雷也没有丢进去。啊，这个时候没有过这个马路，的确对面波卡着，两个人还要一起排点。小左右把潘多拉打掉了 ，New Happy 也还在抽，没有着急。十七近点天霸就在啊，全是枪线，小五已经到了。掉了一个，掉两个，哇，倒了三个，一瞬间没地方去的，是就厕所的这条路已经被卡死了，飞上来一辆无人车，有点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去啊，你就哪怕就撞 SMS 厕所，你受到这个枪线也很多，撞不了的，对，四周枪线很多 ，SMS 厕所他都不愿意露头的，天霸这个位置就更难打了，对，路上可能就没了。中田爆了 SMS， 还有最后一个，这是要打厕所了。另外一边 XCG 也没啥办法呀，这个点的过点太明显了 ，Perry 可以拉出来了。对 ，XCG 被清完之后找人，这高打的有机会的呀，但是近点只有幺幺二，打一个，亚皮还没过来。哇，这小鹏的大炮啊！是的，就听这个人掉血的声音一直在叫。萨姆感觉能爬进这个圈边。来了 ，Perry。还有连续的轰炸，楠楠血量直接残，明明一个人顶前点，第一波出粮没把人打掉，反道具，但是这个时候 SMS 出枪了，就怕这个呀。远点 ，GFI 也出枪，长龙倒了，两边都有这个背后的枪线。对，三打三，周平直接扶队友，明明正面还在顶，但是这颗雷把 AZ 炸倒，阿童木远点把长龙补了，小左也倒了，又是阿童木的枪线，还有只剩最后一个。换身这颗雷太准了，就剩小明了。背后 GFY 枪线给的也足啊。明明一个人有点上头，一个人前压，后面还在防 SMS。SMS 封了侧线的烟，想要过来跟 New Happy 打一波。换身第一波血没打起来，听到了侧翼，还要打吗？还要打吗？哎呦，我这波反打，直接打头。他要打两个，他有想法。这不贴地闪，闪到了！哇 ，Summer 一雷三响！哎呦 ，Pyro 先被淘汰，那 New Happy 还是被加了一个。是的，但不过 SMS 没了先。楠楠的表现也很好，他守住了底线。SMS 淘汰了以后 ，GFY 直接前压。现在周品言秒了红琴以后。GFI 正面其实只剩一个 Summer 了 ，Summer 一着急丢，等对方的致命过点。经典，什么意思？又打一个男的，这两个人的配合一站一趴。啊，众所周知 ，New Happy 两个人的时候可能比四个人是不是还猛？两个人这个小配合，赏心悦目。是，再加上远点三，但是过点太平了，是这个圈边有点小掩体，但是没什么作用。被崔七爷拉了一根枪线，全部淘汰了。这个没办法，如能的。OK， 他去打左边，他去打左边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这里找了一个。
我往左去了，往左去，走呀！看你右手，右手，我直接往左，来，杨轩跟我来，我来，我拉车去。标点有个给他们炸雷的，二边有一个，已经剩一个了。天路都在这，左边，左边，补枪，补雷，直接这颗雷留给独狼，小童出手，把林翔带走，还有雷，有雷的天路，天路果然留了一手。 天路想主动，三个人始终在一起抱团找位置，但是焦阳先倒了，随即又打一个，全是头，二打一，没有。